从他们只有手掌心那么大，那是他们称重就用一个很小的称水果的那种已经可以了。以前我们就把它抱住，然后放在那个秤上面，然后到现在107公斤已经抱不动了，就要用一个很大的放在地上的那种给动物称体重的秤。镜头现在左边的就是健健，右边的是康康。 那健健就是哥哥，他的体型比较壮一点，然后头也较圆一点。我们就说他长得很像妈妈，而那个弟弟康康呢，他就体型会比较修长一点，腿也长一点，就长得比较像爸爸。他们就是两个，现在是3岁，也是比较爱玩的年龄。 觉得这个工作就是很有意思，因为我每一天都能见到我们大熊猫开心家族，而且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可以照顾我们中国的国宝大熊猫。我们就希望每一个人来到这里，就跟我们四只大熊猫一样，都开心健康。